无趣的世界，做个有趣的灵魂。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金的 channel。 好早就知道在广州的天河公园，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下午都有一个免费的相亲集会。虽然之前一直都没有去过，但亦都睇咗一啲去过嘅网友返嚟之后写嘅文章，觉得呢个集会俾我一个感觉，就係一啲家庭条件好嘅家长用嚟炫耀佢哋优秀仔女或者良好家境嘅地方。依家成日拍视频就需要多一啲嘅题材，所以今日终于过嚟位于天河园村嘅天河公园，抱住普通人猎奇嘅心态八卦一下。好冻啊！好冻系嘛？吹到个面都好冻啊！按正而家应该超过10度嘅。嗱，佢系天河公园就系黄埔大道同埋中山大道夹住啊嘛。我都唔知道有咁大嘅公园。佢呢个开放性公园嚟嘅。哇，亦高！我哋而家行紧系中山大道，你有冇嚟行入去咧？哇，但系好多人啊，真系吓。个个出嚟晒太阳，咁好一个机会，点解唔出嚟晒太阳？我有啲人放假啦喎，未放假，边有放假？个个喺个草地几爽，嗱，几爽，几靓，噔噔噔噔，我哋啱逆住行喎，佢六度啊，而家系啊，冇舒服啊。晒太阳，呢天你晒太阳系好舒服，好难得有咁好嘅阳光。正明咪头先嗰度嗰度咩咧？公园啊？唔系啊，佢呢个全片都系公园嚟嘅。唔系，佢系正门。哦，正门啊，其实冇话分正门嘅，佢四面八方你都可以入嚟，咁开放性。地铁保护区域啊！佢头先嗰个公园馆嗰个对嗰个小贩都算客气啊，请翻你出去，你唔好入嚟卖啊！系固定式嘅定系咩嘅？点固定式啊？头先嗰个咧？点固定式啊？咩讲咩固定式？哇！啲人你睇下。系啊，嗱，犀利。唔系，其实系好舒服喎，真系啊！就坐喺草地上。系咯。咁你话夏天呢，就啲人又嚟搭个帐篷，依家唔需要搭帐篷啦，依家直情坐草地。坐草地唔怕屁股湿咩？个个有张垫噶。好难得啊，几靓。喺边楼梯上呢？楼梯佢系叫我哋依个楼梯，呢、這个楼梯上去，慢慢行下啦。呢、這个树林，不过啲树都系新种嘅啫喎，啊？咁先好嘛，细坡，佢呢度呢好似二沙岛咁。系啊，二沙岛仲唔够佢大添，我觉得。嗱，如果四面八方都系一公里一千米，一千乘一千就系十万平方米。啲人都几勤力喎、啊，嚟跑步、啊。点解唔勤力啫？呢个终点嚟跑步，有乜所谓？啊，呢样慢慢入去，呢个树林入去。呢嘢影响我哋翻转头，系咩？呢女嘅冇问题。如果天时热咧，呢一片林就舒服啦，好阴啦。呢、這个林就应该好多年啦。呢、這个白杨树系嘛？仲系我哋讲嗰啲靓仔安啊！又系靓仔安咩？系啊，唔系白杨树咩？一唔系啦，靓仔安咁先叫靓仔嘛。咁啊系好靓仔，靓仔安啊，安树嚟噶，唔系白杨树。佢啲皮系咁样剥晒，好靓仔啊，系咪？离远睇又靓仔，嗱唔好话先，滑滑捋捋咯，系喎。滑捋捋嘅，都唔算话好滑。原来是靓仔安，咦？哇！你喺探测咩啊，靓仔啊？佢哋有个户外活动啊嘛，
咁呢个位置够晒大。哇！如果你咁嚟跑呢度都几系嘢喎。系咧。氹氹框跑咗一圈四公里噶已经。我都觉得好犀利啊！啲人而家咁啊，特别着住短裤喺度跑。咁佢能够跑得喐啊？边度？嗱，前面。系喎，哇！好多人闹啊！唔使至，唔至于咁多人啊嘛。相亲啊！相亲，我谂住疏疏拉拉啫喎，一咁多人嘅。相亲啊！相亲、啊。比我想象中嘅规模大好多喎、啊，贴晒嗰啲纸喺度嘅咩？嗱，嚟相亲啊，就系咁啦，嚟相亲。带老细嚟相亲，系咯，唔化妆嘅。相亲两个，哦，夹晒啲嗰啲咩啊？逼都逼唔得，精分唔得，我逼唔入。贴晒啲纸喺度。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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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六十岁嚟相亲喎，梗系啦，讲年龄嘅咩？七八十岁得噶嘛？身高1.7米，我哋大专，哇，呢、這个不得了啊！原来咁热闹啊，系咪日日都有噶？唔系唔系，听闻系星期六、星期日晏昼先有，即系每个月嘅星期六、星期日都有。系啊，风雨不改啊！单身的单身 single 嘅你，今日咁好天，肯定要出嚟啦，系嘛？嗯。为女寻多系父母帮啲小朋友嚟，帮啲仔女，唔系小朋友啦，真系啊！啱你嘅。嗱，搵男仔啊，搵呢边啊。搵男仔咪咁搵咯。系啊。咁其实咧，即系有咁嘅需求啊！全部啲父母操心，咪嚟呢度聚聚咯，冇话冇话有冇需求嘅。有几多系睇得成嘅咧？你不如咁样。有，应该有睇得成嘅。我见到有个68岁嘅都嚟揾。系嘛？咁佢自己去主动追求，自己幸福有乜问题嘅？冇问题。不过佢都好好有信心咁讲，有咩唔得啫？我话得就得啦。左手边嗰啲咧就系男仔系嘛？系啊。右手边嗰边咧就系女仔。不过男仔少好多，对女仔嘅占多。操心多啲咯。男仔我见最细嗰个咧系98年。系啊，女仔嗰边多啲，女边嗰啲。女仔嗰边啲嗰啲算咩啊？算唔算简历？啲启示，我见用心好多。那个阿姨讲话，你呢度虽然话相亲啊，有好多啲仔女系唔愿意啲父母拎出嚟嘅，系惊啊你将我啲啊资历拎手出嚟啊，咁翻到屋企就会有产生矛盾啊，啲仔女同啲父母反面。反面又唔会。磨下啦。其实呢个地方啊，呢、這个婚姻呢个地方啊，都俾啲父母喺度聚下居。我头先见听到有人真系打听咗好耐，然之后坐车坐过嚟嘅。有啲嚟，全部嚟帮啲仔女物色嘅。有个，我见到有对，有一两个啦，即系有对两个都系妈咪嚟嘅，喺度讲，89年，我个一定要有1.8米以上嘅。啊！而家女仔边有咁高啊？1.8米。要求女仔1.8米。啊！讲笑。我想我喺度谂，佢咁个仔1.9米，成个姚明，笑死我，吓死我啦！真系，两个都咁高，等喺屋企乘两啲臭，好似啲靓仔安咁样做。太高、欸！我头先见到有个啊，系男仔墙嗰边嘅，写住81年。然之后咧，我估即系正常应该唔系佢个仔要求整出嚟嘅，因为佢写住啊嘛。
父母面谈。八一年你想想几岁啊？八一年四十二岁啦，系咪？唔系对全部啲父母帮佢哋睇好晒。即系我唔系好信，即系一个四十二岁嘅男嘅会即系会主动要求自己要父母面谈，帮佢睇嘅，应该系父母即系帮佢去物色嘅。这个就解释得通。唔系啊，有好多都好。肯定有玄机嘅，唔知啫。肯定有好多嗰啲奇里怪奇里怪嘅。头先我讲嘅，佢有好多嗰啲分界公司啊，咪揸住啲手机喺度扫二维码啦，乜嘢啦咁嗰啲咧。系。系啊系啊系啊。嗰啲要我入群啊？你几岁啊？搵几岁啊？我咪讲玩笑，我睇中你，你摘咗口罩嘅咁啊！你死都唔肯摘口罩，你吓真佢啦你！我睇中你啊！你摘咗口罩啊！死都唔肯摘口罩，你喺度 sell 你自己都唔卖样嘅，讲乜鬼啊？啊！呢啲老人聚居嘅地方喎、啊，系咯，唱粤曲啊！唔知唱咩歌咧？唱佢哋啲新时代，唱佢哋啲革命歌咧。多数系。独唱啊！诶，佢呢度仲有个湖喎、啊，啊？系咧。嗱，即系每个人有每个人爱好咯，有啲人嘅爱好系中意同啲仔女啊。牵线搭桥，顺便有啲单亲嘅嗰啲系啊。咁佢够勇敢啊！你只能咁讲系嘛？六廿几岁，佢帮仔女有啲，佢已经系自己咩啦？咪顺便同自己睇埋。因为从头先个阿姨同我哋咁讲咧，其实佢哋都系即系点讲啊？背住啲仔，唔系诚心诚意系嚟。帮啲仔女揾嘢，都唔系话傻傻揾嘢。佢系背住啲仔女嚟揾嘅。咁所谓啫，咁背唔背住啫，系咪？咁佢认为个仔女系需要，咁啊帮手咯，能够帮到几多咪帮几多咯。个个都想啲仔女成家立业嘅。我只不过估唔到，真系有咁大嘅一个需求，聚咗咁多人喺度啫嘛。系啊，我原先以为系稀稀落落，想唔到哇！即系吓到我。总之咧，嗱，啲老豆老母咧就帮啲仔女揾，啲仔女咧就帮啲老豆老母。有冇啊？有啊，有对有几个女嘅喺度帮老豆揾啊，老母揾啊。吓，咁廿四孝，即系唔使佢哋咁闷咯，可能比较后生吧。个父母比较后生吧，你咁点解你话六十几岁嗰出嚟揾就系咁？咁佢自己会唔会自己写嘅咧？六十几岁嗰啲系咪？我就听到嗰个女同佢讲，不如让你哋见下面啦，好嘛？个阿伯啊，个阿伯啊，讲下佢嘅情况先啊，有冇咩？即系话呢啲老人肯定有一半，呢啲有一半，又系唱歌嘅，睇啊！佢哋带埋花嚟影相添啊，带埋道具影相啊。佢个湖就冇得俾人蛙艇嘅。咁啲倒影咪影得靓啲咯，好多人带有啲人嚟影相，带啲道具影相。又系唱歌嘅。我哋都唔识听呢啲歌。咁佢定时定候聚喺度，咪好舒服咯。咁多人聚，系啊。哦，几好，几热闹啊！系啊，好玩。阴嘅地方系冻嘅，出嚟系晒太阳同埋行下，等只脚唔好咁僵。好过屈喺屋企啊！睇嚟入边运咗好多分界公司啊，好多好多，搵食嘅系。我头先误会咗嗰个嘅。边个啊？
嗰、那个揸住嘅手机源码嗰、那个。哦。因为我见过咧，我好怕晒啲人会摄咗入去嗰、那个嗰啲分界嗰啲纸嗰度，嗰啲叫做咩？履历系嘛？啊。佢哋嗰啲叫做咩啊？我都唔知嗰个叫咩，又唔可以叫。咁要企喺前面就系咁左右咁摇摆嘛，跟住我。唔通俾啲嗰啲家长睇下佢个样子，拣、啊、我啦，拣我啦，即系有种咁样咁样嘅动作，拣我啦，拣我啦，即系咁啊，嗰啲身体语言啊，啊，跟住咦唔系，原来系你扫我二维码啦，入我哋嘅分界公司啊。以前咧，啲人话嗰个要求好高，即系嗰啲人嘅。即系好似攞出嚟晒下自己仔女几叻几叻咁，即系一直俾住我个咁嘅印象咯。咁但系今次出嚟睇下，即系、就是、真实自己感受下，啲人系真系真心同啲仔女去搵咯。啊，并唔系出嚟炫耀下嗱，我仔几优秀啊，我女几优秀啊。哇，行楼梯啲？唔行楼梯，我哋沿住湖边行出去得啦。我哋行翻去黄埔大道嗰边 ，OK 啦。哇，几多人？快阳光多嘅地方，人又多。我估啊，咁样影嗰啲树好靓，我唔觉得咁多人啊揸相机嚟影啊，影倒影啊。系嘛？嗯。哇，好多人揸相机嚟影，一只二只。一只只啊？一只只。你讲成湛江嗰边啲话嚟。一只二只。哦，呢睇起应该倒影晒太阳，就系咁影。呢边纯粹系嗰啲咁嘅工地。嗱、啊，呢度睇出去几靓，系咪好靓啊？嗯，系啊系啊。呢啲叫咩树啊？啊，呢个啊，杉树。唔系嘛？佢成日有啲咩话？咩水杉系嘛？我估计呢可能杉树，好潇洒呢个科技，潇洒。嗱喺度又可以晒太阳，又可以做下自己中意做嘅嘢，系嘛？我带相机嚟影相，我要了解呢个咩树先。你咪攞个咩咯？我睇下先。扫一扫。呢个有湖光反射嘅。哦，湖光反射，听到啲专家解释咩？听到听到，睇下点反射。蒙蒙的，诶，系几靓啊！可以做到桌面。你对啦，你对啦，不用我查啦。落雨声声，落雨惨啊！冇啊，纯粹系搏下。佢解释得好咩？抗台风喎、啊。啊，抗台风啊！抗污染嘅、啊，抗病虫害。最主要抗到台风。系头先嗰位专家就话，浴缸呢缸度就真系几靓呢缸度。同头先嗰边影过嚟系两回事。其实而家我变唔到方向喎，西。你咪行错咗咧？咁咪行唔行左？点行唔点行？呢个系咩嚟嘅？排水噶？呢个系收紧地铁啊呢边。哦。嗱，而家就系整紧地铁啊嘛，成个公园喺入边都支离破碎，俾佢搞到。哦，佢之前呢度好多荷花噶。谂起头先嗰个阿叔问我，呢个阿叔问我，啊、我仲以为你，即系仲以为我喺度问。哦，系系隔篱。见我睇有啲八几年。你系啊系啊，咁等多啲家长围住你啊！你真系攞嘢嚟搞你。诶，跟住我个靓仔走鬼咗啦！我头先叫佢摸口罩啊，睇清楚你样。系咯，口罩净系咁遮住个鼻啫喎，嗯，啊，好靓，啲泡泡，系啊，哇，
啲树都几靓。你又睇手机啊？有啲钱。咩喺度？佢喺度影相。影相又有。你话啲叫啲人而家嚟呢度睇书就少啦，睇手机就多。咩电子书嘛？几多人？电子书。几多人揸住嘅？最见到有个人睇书嘅，难得见。阿老师嚟。啊，呢边都好多大学噶，好似系晏昼两点钟开始嘅，佢哋分界噶啦。系啊。唔系日日嘅，系礼拜六。我实在几得意，啲 B B 好得意。佢依家开始好快就咩噶啦，入黑噶啦。不过系冬天，晒多个钟啦。原来个厕所嚟喎，系嘛？真系咁靓。一个家庭开支你万零蚊一个月，你一万蚊一个月吓？又同埋父母一齐嘅话，真系掹掹紧嘅咋？睇你点样开支咯，开支大嘅话，上不封顶嘅。所以男生嗰度咪就系讲，希望个女生唔好挥霍咯，即刻持家咯。哦，即系你男仔嗰边，即系我同你分工啦，我啊睇女仔嗰边啦，你系睇男仔嗰边啦。是啊，即是男仔那边的要求就是叫他要会持家是吧？是啊，不过呢我见了都有成十七八个呢是已经离异了的，有些呢就是女的仔女分给女方判了给女方，好少啲男攞返啲仔女。那他怎么带啫？男人老狗你怎么带住他？其实你带得住那些都好叻㗎啦，那些。佢讲得佢啲工作都几高学历下嘅，讲紧佢啲学历都好高，啲工作都好好，但系我就见得女仔呢边咧，一个系九八年嘅，一个系九九年嘅。九九年嘅话，仲有一个二十三岁。二十三岁是外国回来的，我觉得没必要这么早，是不是急得了，他要求男的年薪要有六十万、啊。六十万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月大概都要有五万元。违规啊。是啊。还有一个呢，我见他是个博士。个女仔博士嚟嘅，三十几岁，要求男方嘅年薪亦都有五十万嘅。其实呢可能女方同男方唔同，呢边呢就系、是、要求呢边男方嗰边啊，就系、是、要求啲女嘅顾家啦，孝顺嗰啲父母啦。但系好奇怪喎、啊，留心啲电话都系唔系？冇嘅电话就系负嘅电话。哦，佢系咪写明系为子寻咩啊？冇啊，冇啊，就系、是、有一个仲系话佢自己有小企业，都系留以冇联系，以冇联系。反而女嘅呢边咧，如果系话为咗即系父母帮佢点讲啊？去揾咧，佢就话代女啊咁样嘅。男嗰边，如果系自己咧，佢就话本人嘅。咁当然本人嘅唔多，但系佢亦都有啲就系写明本人。但系你佢哋写住话代女就唔知啦。代女，你呢边女方嗰边咧，多数都系代女寻缘啊嗰啲啊嘛。我见女方嗰边咧，即系如果相对嚟讲后生啲嘅。佢通常呢如果男仔細佢一年都可以接受。我见佢年纪范围啊。咁就大呢就大几年呢，应该三四年到呢，你话允许大好多嗰啲比较少见。因为你就唔寫出嚟囉。所以我唔係话
诋毁而家啲后生啊！啊吓，佢嗰对写字吓，78年开始嗰啲，78年去到88年咧，啲学历都好高嘅，啲男生系都去到博士啊、硕士啊、大专啊咩啊嗰啲嗬。你睇90开始嗰啲咧，就本科啊，或者读啲咩读啲嗰啲叫做咩专业啊，做啲技工啊嗰啲出嚟嗰啲。反而后生嗰啲冇咩学历，唔会系嘛？就系嗰啲反而冇喎，反而啲男生就喺度，佢对嗰啲女生嘅要求咧都唔算话，即系九零年后九零打落嚟嗰啲九几啊嗰啲啊，喺度精嗰啲咧，对啲女嘅系身高有要求，1.65米啊，善解人意啦啊嗰啲，呢啲讲真咩点为之善解人意啫，真系啊，系我听你讲呢句我都有啲，我都觉得喺佢写住几咩。嗰、那个65岁嗰个伯咧，佢就冇讲佢几年嘅，佢就系写字，65岁，本人有医保社保，亦即系话个配偶已经系即系唔喺身边啦，啲仔女咧就喺美国生活嘅咁样，我就想揾一个伴侣，同我度过呢一生咁样咯。我本人是健康的一起生活啦，即是这样说，不要度过一生啦。他是写住这样说度一生。不过总体来讲呢，我见都是比较他要求都不是说很离谱。不是好像那些抖音啊什么，不是好像那些短视频传那些那么。是的，是的。那么夸张。我见都是 很合理的要求。但是就有些好像你女生那些，就是一味要求男生怎样怎样，那你给什么回报人家相对的才行，没有的嘛。那他肯定要设些门槛的啦，他都说明了，你就如果去不到个门槛你就不用联络我咯。就是好像刚才说那个23岁的海外罗生回来，就是你年薪去不到60万你都不用找我了。即是佢有啲可能专登设高啲咯，好似现场嗰啲父母喺度倾嗬，嗰个嗱，我仔好乖噶，读书又好听话噶，而家就喺嗰啲咩国企做啊，做咩冇听清楚啦，喺国企做啊，你个女点啊，大家可能讲到年龄咧，详细我冇听得清楚吓。讲了年龄之后呢，跟住个女嘅就话，哇，睇你个仔唔啱我女啦，你个仔咁听话，系嘛？我头先你啱讲听话嗰下，我都觉得有少少，即系呢方面可能会人哋会系有意见咯，即系喺你心目中系听话啫。好乖喎、啊，系咯、啊，你叫佢做咩？佢做咩？我都失去自我啦，要嚟做咩啊？系啊。其实呢都系设一个条件出嚟咯，即系希望增加啲人，但系真系好热心嘅。我头先旁边有个系香港嘅，佢系嚟香港呢边，即系过嚟呢边搵。咁佢呢边嗰个嗰啲群嗰啲咧就话，咁我拉你入香港群啦。咁佢话唔好，我要搵广州呢边嘅啊。啊！你冇话好多外地嘅，湛江啊、湖南啊、四川啊，呢啲人过嚟搵，有好多都话第一次嚟过嚟嘅。四海啦，你又唔可以话单纯，即系净系广州本地嘅，亦都唔可以话纯粹都系外地嘅，边度嘅人都有。总体来讲呢都是80即是80年代那些多咯，会不会啊，你有感觉你影响人。80年代会比较多。又不是喎、啊。不是咩，梗不是啦。八几那些不算多的。
九幾就唔算，我感覺去到九多嘅喎，九四即九唔係最多，九五講唔係最多，九六就冇人嚟相睇啦，冇人出呢啲徵婚呢啲啊，九六九六相對嚟講幾歲啊？廿六啊，廿七啊，啱啊。嗱，九三就三十歲啦。哦，即系廿零岁少咁正常嘅。廿七，我都话啦，真正廿零岁嘅唔多咯。九四都有成七八个，都系七八个啫。你睇下个男仔，个男仔好少啫嘛，但系啲女嘅多啫嘛。你唔可以话，即系只能讲佢哋啲父母着紧佢哋啲咯。我见咧有一两个咧。是不单止一张的，夹了几张的。可能他几个仔女呢？不是他夹开几张是相同的一张征婚启事，他就分开几个位置，就是怕你看不到。有个父母在这里说、他之前有拍拖的，就是说女，是就是说女，刚刚是走过年，那女边很多人在这里说。啊、男嗰边咧，啲父母冇咁多嘢讲，收声。之前有拍拖嘅、啊，拍下咧，就冇再拍。跟住嗰个男方嘅父亲、啊、就同佢讲：，点解冇行成咧？点咧？系嘛？咁我唔知喎、啊，有冇了解得咁清楚？咁都系啲后生嘅自己去相处噶啦，系咪？你作为父母嘅，能够讲到乜啫？你嗰、那个嗰啲啊，冇夹喺嗰啲绳嗰度嗰啲，咪踎喺路边夹住自己的袋嗰啲嘅。系啊！嗰啲好犀利，有啲嗰啲届届学历都咁劲啊！系，佢哋有个点讲咧？比较一个。特点啊，是一个特点来的。都是独生的多。是现在很多独生。是吧这个我就看看。标得很明显独生子女。独生女或者三口之家。啊、因为我主要看女那边、基本上父母呢就阿妈那边基本上是退咗休的了。有些就是两个都退咗休的了。父母好多都退咗休，亦都因为退咗休咁，佢哋得闲嚟帮佢嘢咯。咁啊系，冇嘢做啦。男嘅退休都六十岁啦，退咗休之后个仔女仲未成家，咁啊急噶啦嘛。系抱孙啊，唔好话抱孙。其实咧，我觉得而家好多人咧对抱唔抱孙呢个咧，已经系冇咗呢种。因为就是我们那个咩冇啊？男生嗰边就系写字。结婚嘅喺呢一两年内结婚育儿哦，即系男嗰边，但系女嗰边咧，基本上咧就系话希望佢揾翻个人一齐啦、我觉得应该系女嗰方面系一种咁嘅感觉咯。有一个医学咩医学唔知咩硕士啊，佢就讲明唔要细路嘅。哦，咁佢好有自己嘅主见。要女伴接受，唔同父母住，双方都唔同父母住啊。佢又要求你孝顺，佢又唔同父母住喎。孝顺同父母住埋一齐系两回事。佢自己系单方面嘅要求咯，咁亦都人哋要睇翻转头咯。咁如果佢就独生，你又独生咁，唔系照顾父母，照顾边个啊？边个嚟照顾父母啊？冇，老实讲，平时生活就要靠自己噶啦。你真系可能有啲病痛，你话先会佢嘅工资好好噶嘛，3万到5万蚊一个月。咁啊，请人咯，好劲啊！不过老实讲，你攞得咁多，你消费都咁多嘅啫。唔系，其实你请人都系一件好痛苦嘅事。你如果请人，你唔跟住咧，呢度先去边度咧？唔知啊，啲素质都系好好头痛，素质都系好头痛。你真系好矛盾，我睇到佢嗰、那个，睇咗佢嗰个征婚嗰、那个，觉得
好怪，讲唔通。你想咩要求人哋啊？孝顺啊，你先得个1.65米啊，你系要求人哋啊，唔低1.63米啊？系男方要求？系啊，男方要求个女唔可以低个啊矮个1.63米啊。哦，我不过有条件佢可以咁样求，咁样提出啦。都系好有要求。诶，嗱嗱嗱，呢棵树啊，呢棵假树啊，我哋咪喺嗰个咩温泉区咪睇过嘅假，应该系信徒塔之类嘅嘢嚟嘅系嘛？唉，你争啲俾佢呃咗，有电噶嘛？叫佢唔好行，肯定唔好行埋去啦。不过我都觉得你睇完呢个你就更加会印象深刻，即系对于人啊，形形色色啊，亦都咩啦，唔会好似嗰啲新闻嗰啲咁负面，即系讲到啊要，即系全部都高要求系嘛？系啊，点高要求？其实亦都系佢本身有咁嘅能力咯。嗱，我都话啦，我睇咗两个高要求啫嘛，一个就系38岁嘅女博士，系咪？你即系佢本身佢话一路都系单身嘅，咁佢对自己本身优秀啦，咁佢肯定希望都能够，既然出嚟揾啦，咁肯定揾个希望优秀噶啦。咁另一个23岁嘅留学生女仔翻嚟，咁我当然亦都希望要有一个。啊，年即系月薪50,000以上咁样。头先你话喺个墙中间嗰度嗰对父母先搞笑啊！我冇录低啊！你要唔系咪录低定笑下啊？点啊？都话都未对得上，我哋两个人一系闹交啦，对得上，对得了，又唔系我哋两个人相见，讲到咁激烈咁话，1995年嘅个女，嗰个仔咧就1988年嘅，咁大好多喎，系嘛？1988年、1995年，十几年嘅喎，系啊，接受到噶。我都嗰个88年嘅仔嚟噶嘛，系啊，梗系话冇所谓啦，系咪先？冇所谓啦。嗰个95嘅阿妈就话。咁唔得啦，咁大做老豆咩？咁啊，你喺度就可能因为呢句说话吧，我唔知啊，我系睇完先行过嚟，就听到佢哋喺度讲傻嘅，都未睇已经喺度闹交，得蛇嘅得了嘅，都唔知边个哑仔边个，真系结婚唔系一个唔系两个人嘅事，系几家人嘅事。特别佢哋啲父母咁深咁介入咗呢度，你话系咪？系啊，啲父母咁样系好深介入。你知唔知啊？外省嗰啲即系话湛江啊、四川啊、湖南啊，外地啦，外地嗰啲啊，即系外地嗰啲啦，啲父母就系、是、诶，等你搵唔搵到钱啊？你够唔够靓仔啊？嗰啲嘅，但你广州写住广州本地嗰啲啊，广州啲人真系好厌尖。系第一嗰度啊，唔可以同家婆住啦。你睇下，哦，就唔可以同家婆住啦。即系证明啊，广东呢啲同啲家婆住到惊噶。唉，嗰啲婆媳关系呢个走唔甩噶啦，呢啲即系。当你入咗一次之后，你就会深有体会。所以而家我都唔劝人婚啊，真系唔好劝结婚啊！真系结唔结都好，顺其自然，随缘。曾经有段时间可以啊，帮手介绍下佢啦，扯下线啦。而家唉，唔好搞呢啲真系，即系嬲，怨唔怨你一回事啊！真系，其实真系好难呢件事。你真系有边个话我？个个都叫我签名啊，系唯独你同我讲签乜佢啊签嗰个名真系咁重要咩？当你睇化咗啦嘛，冇对错嘅呢啲，冇对错嘅，系啊。所以嗰啲阿妈又系，
你大家都喺个墙嗰度啊！你稍微一唔小心讲错话咧，就好麻烦。好麻烦？点啊？为之好麻烦？即系会记仇嗰啲咯。我都话啦，即系其实同即系佢哋呢啲咁嘅结合咧，系都有个头痛嘅地方喺度。就是、因为佢父母太深度咁介入咗。就是闹交一句嗬、啊，你帮我揀嘅，你会咁样嘅咧？佢唔会话帮唔帮你揀会噶，闹交会系咁督伤噶，会讲呢句咯。但系最主要就系话，即系佢会咩都会，即系后生嗰啲咧嘅婚姻有啲咩，啲父母马上就介入佢。咁其实闹交，譬如两公婆闹交咁，咁妈实会插住嘅佢。啊、有时你知啦，闹交闹起身，乜鬼说话都闹出嚟噶嘛。系啊。啊，嗰阵时知你咁啊，唔娶你有过门啦咁，吓咁就哦好啦，玩完啦。咁呢、啊、个又成咗以后嘅罪状啦。嗱、啊，你讲呢句嘢噶吓，记你一世啊。特别而家啲女嘅咁有自力更生嘅能力，直情系。劈炮唔嬲，即系走人噶，翻外家翻外家噶啦，真系。谂起呢下都惊真系。讲嘢。头先我喺男嗰度睇啊，企喺背后个女啊，咩博士、硕士嗰啲啊，超叫我同我妈倾啊，嫁俾你阿妈咩？已经喺度咁样闹啦，跟住嗰个摆拣你个妈肯定喺度噶嘛。人哋听到唔开心啦。听到之后。啊、哦！你想见我仔系咪啊？得啊！我安排你哋见啦。冇、问题，阿妈几次几 OK 系嘛？几 OK 嘅，个、样都几靓啊！佢阿妈仲问佢：你觉得我点啊？我够唔够宽容啊？咁风趣啊！嗰个女嘅话：吓、我同你相睇啊？问咁，其实嗰个女嘅咧都睇落去都几大年纪，都三十几岁。哦。咁问佢妈问佢系咪你睇啊点啊咁，咁个阿妈其实嗰个女嘅都好，嗰、个女嘅都好犀利嘅，系嘛？啊，个女走咗之后，个妈话娶咗你入门，我仲有定期嘅咁啊！我话阿姨，头先你系杀熟咁嘅狗头嘅喎，而家变得咁快嘅，佢话冇办法啦，唔通你闹人哋系啊？你摆张纸喺度系咁样，已经喺度。所以你话，所以我都话，你嚟呢度呢啲睇到都系啲咩人性喺呢度睇晒，都系一种修炼啊！自己有仔女啊，真系唔系话还你乜嘢，尽量靠佢自己搵啦呢啲。即系自己都有仔女，即系话呢啲自己去睇到咧，就唔好再行呢啲路啦。真系深度介入唔好。这个广场多人，不过太阳落山啦。太阳落山就冻噶啦，再氹氹翻转下去前面影到个咩啊？广州阳光酒店啊，系嘛？广州阳光酒店，啊月光出嚟啦，真系喎，月光出嚟。唔系，其实头先已经见到噶啦。我头先咧见佢哋啊，已经喺度组织紧啲线下活动噶啦。又话听日去越秀公园啊，朝早啊见面啊，不过嗰啲肯定系中介嚟噶啦。头先个中介讲得几咩？点啊？嗯。中介点讲啊？咪话加入我哋啊，推介噶，嗰度好多靓女啊，啲素质质素好高噶，点点点啊，有咩啊？跟住有个家长插把口。咁你成咗几多单啊？咁啊，佢好收埋个牌走人，我都好想听。其实我都企到好白咁样，等紧佢回答呢个问题。系嘛？其实呢个系好紧要。我哋啲破坏王嚟。咁啊，唔可以话破坏王。呢叫做天府路喎。系啊，天府路。点解咧？我哋头先部车转入嚟嗰阵时，转入嚟嗰阵时就呢个方向咯，呢个方向。点解叫天府路呢？左边嗱，天河公园啊，呢个正门啊，冇，唔系呢度系咪正门啊？都话都算系啦嘛。
东南西北，系啊，你有东门、西门，你查到啦？支持啊！嗱，天河公园系咪要过马路啊？唔使，行下得噶啦。哦，嗰度有地铁站喎、啊。系啊系啊，依度有地铁站。我唔怪得咁多人呢咁方便上嚟咧。我见到啊，你见到其实头先一个系华侨啦，系咪？即系就话搵一个女嘅。佢唔系华侨，佢啲仔女喺美国啫。我见到一个系讲明华侨嘅。嗯。系啊。有几个都成六啊几岁。七十年纪大嘅，好似得男嘅，有冇女嘅？好似唔怪。女嘅有，那个老师嘛。几大啊？那个老师咪六十五岁退休啦、哦，但佢个征婚简历，佢个征婚简历写到好文雅嘅喎、哦，系嘛？好有水平啊！佢唔系好似嗰好似呢啲人咁征婚乜乜乜乜乜咁样。我见到咧女嗰边做呢、這个征婚咧啲启示啊，用心好多。男嗰边咧就好求其，女呢边多数都阿妈整啊，男嗰边咧应该系多数系啲老豆，自己整，啲老豆整，自己整，会唔会？啲老豆整。行咗一个晏昼，决定到附近圆村嘅小食店食个粉之后，先翻屋企。你呢个就系五彩鱼蛋粉，好传统啊！我呢个咧就系碎肉粉。佢话系舌尖上嘅中国，有专门介绍嘅。你呢个咧？牛肉螺蛳粉。几钱啊？14块。细嘅16蚊系嘛？咁我啊要一个细嘅13蚊啦。嗱，佢已经咧叫做适合咗广东人嘅口味啊，点都要加啲菜。我相信佢原先咧系唔会加菜的。啊，奇怪，我啲汤咧唔算好热喎，唔似系啱煲滚，反而感觉好似有啲似热水壶咁倒出嚟捞都可以。不过咧就好清，唔会话太多油，系啱我嘅。呢个牛肉螺蛳粉咧就太辣啦嘛，需要整多碗汤仔，唔辣嘅汤嚟中和一下。嗯，螺蛳粉真系辣嘅，不过冇咁辣啦。今日嘅视频就分享到呢度，感谢你嘅收睇，下期视频老金同你不见不散。